档期想领很多期，就在这档期。用完了。没有备战好，学习天第二吧。那个，再说一下，不转播的棋，赢的棋手要做记录啊。就因为七台电脑，每台都可以，到时候找我了，我在。要做记录的话，一盘记录应该有50块钱。没有，我上牌没记，不知道。大家把手机再检查一下。
拍摄时间到。
讲你，对，如果死了算了，这脚肯定是有棋的呀。就是，这脚不能说虚的。实战开始，帮，我一口气没补。前面这么松，应该不行了，后面。啊，这棋这个有点松吧？这我被润了，实木。就这两个脚，你是怎么打的？你这两个脚效率不是都正常吗？你就正常跳出，我没看得清楚。我靠了走，你可以挡住。然后就是打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啊？没有，这不是一样的其实，跟班你打我。哦，我没想过你这么强。不是，这不是什么区别吧？算了，我给还原。你好像可以这样，让我挡一个算了。不是啊，不是一样的，反正你打我。不是我不出来了。不是我跳了。不要跳了。可以弄我。这什么意思？我怎么？我就没飞嘛，我除了没飞，我就没走过。这个其实，嗯，这也难受。或者我就直接把，我当时其实还可以，都没弄你。我把这铺到了，你也是很俗的，打俗头。哦，那我长完铺了拐去就好。那你应该不是。这也不是钱。这不便宜。这种双都是结果，我都不知道。
我全部踢回去，这边和啥？不，你这样你走远了吧？我就我跳很长是吧？你确定吗？看，你我觉得你太跳，你尝试去。不是我跳很长这个。然后我走这边，那你说那我怎么办呢？这进球抽了跳吗？不跳了。太抽了，贴的一下就不行了。一瞬间的有没有你那儿判断有问题吗？就我只要把活了，你我一瞬间就不行了，一瞬间很快就没有了。不是冲，我就是让你慢一点。我总是你慢一点，慢一点的看。哦，他说我你厉害。我离你就粘嘛，也不好办啊。好像追断了点意思。那你们还是一样按，一样按。我这得贴住了。对，一样按。贴住你那再长出来你也便宜了、这样是不是刚才那个你是气子应该是最佳的我感觉这我觉得我已经气不住了气不住了受不住了差口气的气不住我吃这个好了你这个死了你什么意思不是你打了长对打长也不断掉便宜器吗？像一般不会多起吗？哎，啊，那我先往上升。哎，对，活了。往上，那我就贴。我想防一下呢。那你贴，那不就回到原点？就我。那不是，那个白哥这些都白哥，白哥是粘到这儿，贴到这儿。刚才可以看。那这次你真的很孤吗？你提不到。我不是说我很孤，你说你，我觉得我还要，我说你要赢，我就感觉你该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个人不行。那不是是啥意思？哦，提不到。那没意义，总是我。这是谁？两个人不行。我直接生你的死。你死了。哦，看着他们，你就。五个，我看你后手是能想过这个问题。我气很长。有个双火。什么双火？啊，不是双火，也不吃尾。哦，能吃尾的。你先有吃尾，后手吃尾。先有吃尾的，床上先收，有先收。啊。我把这个一火你了。你是怎么火？啊，肯定没了。那你这样的话，你翻了。那我这一打，你肯定没了。不是，我觉得你，这样你好歹这么吃。啊，这样吃，然后上面接碗管还先生，接碗怎么样？哎，茶怎么也这么大？长，我操，你这么贱！要再就贴四接贴，我把你一手摁住。你听我这样说句，你也很紧，又忘了。也很紧。如果就狗出来了，你就是那个眼睛中，没急松了，狗中了。看你别哭了。哦，哎，我还没哭呢。我操！谁捡？我先搬你吧。我让他搬。哎，搬就好。啥意思？我年狼不是先生吗？粘不出来是吧？啊，粘不出来，没意思就。我先把你端了。我断了，我就做个截图，我就扔这儿。感觉我们先观看一下三个角色，然后你补一个，冲了吃是吧？这个我也很舒服的一些。对的，那可以补住，那这么怎么？哎，那我不管，哎，也没有。皮挺，都差不多了。收气瓶，不是吗？这我不是张万的先生。你们把这个，但你这样活它有，老活的，啊？什么黑的活？你活的我也活的，那你不便宜？我能给他活？你肯定不干我，你还顶个证，我杀你！不是你，你这你肯定杀不过。我操！你跳你打是吧？你可能你这样我就跟你干了，实战我是实战我是算了。我也便宜。他不得，哎，这不是钱。你就打，然后跳一个，切，那不得了，杀，我就不如这样，这样就比较精彩。那你确实你跳一下，你无论怎样都比其他对，你懂的。
这个我说要好好，你不能像时间表。这个我好，好一点都行。你抽一下，你应该抽一下。抽我当时还是赶紧转换。不行，我当时我想起来了。啊，抽我还是得看。我忘了你打了，我刚想起来了，我这边抽了。哦，我还是得看。就有一天这样，你打了吧。嗯。那不是。不是我。我太雷了，我的棋真的是。我下面不是活棋啊！没事，我发现。不，我在那什么？我说，我没看见他接的特别快，我感觉接完准备去那边动作，他想打把我自己。主要是实战好像你没有棋下的。我看一下。实战里面有，主要他飞，我靠，是挡了一个，然后我飞，他就。就也没棋，前面我说没有这局，前面也没，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我这个也挺大的，这个还挺，不，我这个家庭这个有问题，我这里松了，我可能应该并了，先有点缓，我要并完把这个活了，然后去拖那个，并我虽然拍一个，这以后小孩子还没拖，就是拖你就翻，就算我拖两下，拖给你，拖给你，拖，不是你拖一下，好像不是你的，你这怎么计较？就是说有没有？基本没有点，就拖了。行政拍的，这时候吗？是行政拍的，还是说看虎完以后？就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这样，看看。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个，因为不知道是。再抽吧。这个硬确实要穿，硬是结束，你这穿确实穿。哎，你看看啊，这点硬。啊，这种感觉。也就八块钱。只要你肉宽嘛。然后他又肥。你不是搞我，搞自己的。前面这个时候。你看看前面。我们去那边吧，别影响。你去这边上。先看一下。是我弄之前吗？真的，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我好一点，我没整好你。你肯定还觉得好，你是因为觉得你不多，但其实这个奖我至少六张。两张，我觉得我没啥问题。他这个可差了。差不多，我亏了。就什么？嗯，那就是越走的。那你现在？
我以为我没觉得是。然后我们这个年轻人，你呢？对，你上台宣传就是啥啥好，我们这个。但你搞你可能可以。对，我现在不能搞你。我进一下。上台可能进一下，这样吧，我进。不是，但我现在不想走这样。他现在我想靠段。他不是靠段什么？靠段多少？现在靠段。靠你搬了。看你怎么靠我冲啊！你冲的，那我怎么看？你靠一下有靠在天，你靠我怎么看？我现在是有子，真的，这是什么子儿？我觉得你想要的，就是我当时以为吃完后续很严厉，结果吃完什么都没。吃完不是会有一种感觉吗？什么？我这有点有力啊，有力道。我觉得，那就是说，你们都可以拆东西。如果用左上走这边，先这脚挺大，但是你先走。靠，反正，对，只要你按住，你不按，我不敢飞啊。我觉得这地方是你大小杯的感觉，最后感觉，你靠啊，好呀好呀。走完你别难下了。十。这个还可以，只要是。我随便下的，我没测过。我觉得没有加我，这你加我现在不敢加了。没有一次打三个，满天的星星就是白纸的光了。哎，谁问你？好像是下完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几万人。他打一个小时，其实打了快到九了。你背上镜子好像可能不是那一步的问题，一步两步是吧？啊，好的，那个。
Thank you.
方面就靠看。实际上那能行。
对啊，我感觉，完了，我觉得挡一个你，放上一只狗。嗯，我其实没有注意你配这个开节，我忘了你真有一个节拍。不是我没有注意你这是什么放这里放的。这啥意思？亏了一手气，亏了五木气的。是是是。我注意你这一个节拍。没有，我就把这个打麻了，刚才我就没领。什么？你我扑你，你我要应急啊！我盘呀，我盘什么呀？不是，你爬我去踢毽吗？啊，你硬啊！我硬啊！我要拐弯来踢的，你受不了。你当时我看，这么不可能。你立的时候我是不能削，削是不够的，当时没点轻啊。我操！我这里面。